球在右外野方向相当深远，不用追了，又是一支全垒打。但是打击战啊，而且最好是志豪轰一支。我觉得中华职棒的打击其实已经高到有一个有点离谱的程度了哈。其实我是比较希望投手能够比较快速成长一点。其实如果打击，当然打击上会比较好看，但是如果打击的程度太夸张的话，其实对我们台湾职棒整体发展来讲，其实也不是那么好。所以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投手战一点点，对，比较喜欢打击战，因为这样烟火秀比较多的话，观众也会比较嗨。个人是比较喜欢投手战，因为投手战才能看出来就是牛棚的实力，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稳定度这样。我比较喜欢打击战，因为投手战就毕竟比较闷一点，可是打击可以看到如果很多全垒打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我比较喜欢打击战，因为打击战会比较嗨一点嘛，因为投手战就是看着投手这样表演，就是坐在这边的话会很容易睡着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不要忘记到粉丝团点个赞或是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哟。